这台钻机的钻孔深度是500米，最大通过直径是400毫米，最大提升力达到26吨，它的主架行程达到6米6，最大扭矩是9200千牛，最高转速是每分钟190转，配备康明斯113千瓦发动机，最高行驶速度为每小时2公里，最大爬坡度为39度。这款钻机的工作尺寸是长4米4，宽3米2，高是9米3。它的运输尺寸是长5米95，宽是2米1，高是2米63。整机重量是12.5吨。整体来说，这台机器配备康明斯动力，性能稳定，故障率低，可以实现高原作业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，它微调旋转转速，可实现大孔径微装基础的施工。